要个菜苔。大菜苔。藕丝。藕丝。锅巴。锅巴。对。嗯。OK。嗯。然后要个那个啥，要个。你们这是拍视频的是吗？对对。不是你把我们自己拍一下吗？放心放心啊，绝对不拍你。别紧张。Hello, 小伙伴，今天这期节目我们直接就在餐厅开始了，主要原因是因为今天是七夕，就是在七夕这样的日子里，只有我们和你无事可做，只有工作啊，所以就选择了这么一家这个我湖北的朋友特别爱吃的这家餐馆，叫襄阳来了。七夕出门啊，你就不好乱拍啊，你这个宁拆十座庙，不破一门婚。你这万一拍照啥，那先尝一下。这个锅巴呀，已经有点塌下去了。其实刚才拍特写的时候还特别鲜亮来着，这说塌就塌下去了。然后就这个锅巴，就他家这锅巴，就拿上之后你就想，说是一份儿，就特别感觉像一粒，你就特别想扒到自己跟前吃。他上来之后是，哎，鼓鼓了。老板很时尚，跟我说他就是统一进的，然后已经做好的锅巴，但是他炒的这个料浇上去了，然后那个浇那个啊就浇上去了，哇，就劈头盖脸的、这上面是一大块肉跟锅巴啊。他这个，他有味儿，他这个浇头炒的特别冲，辣，这吃着就很爽。那这个再配上这个襄阳的这个绿豆沙，说襄阳小孩都喝这个，这感觉就相当于是你吃重庆火锅就得喝那个唯一豆奶似的，哎，就感觉它到位，还是挺辣的。然后他们家也有这干煸藕丝，尝一尝，看跟这个武汉的那家老味鱼庄相比怎么样？这个干煸藕丝是没有在武汉当地吃的那个神韵，这个是稍微差了点。它这个外面这个面挂的可能也厚了一点，然后整个这个香辣感不如老味儿的那个。哎呀，这个老味儿现在是只能怀念了。然后这个锅啊，就是那个公安牛肉锅，因为刚才拍的时间长，你看它都已经凉了，下面火都灭了，这旁边起出一层白边了，这就是赤裸裸的油，啊！哎，老板，那个再加个火。那现在换了个火啊，就等着这个。我们这出来拍摄，这都很注意。一般啊，就点一个菜拍好几遍，啊，就为了拍这个好画面。但是拍完之后，等到我吃的时候，基本上这个卖相就不行了。就感觉是你知道小时候你家里包饺子那个剂子，你爹捏一遍，你妈捏一遍，你舅舅再捏一遍，到你这给你包的时候都黑了，啊，这白面成黑面了，就那感觉。但是现在就主要就是，这个还是不想浪费，啊，这个勤俭节约嘛。我今天本来是没打算吃米饭的，毕竟有锅巴啊，还有这个面窝，这湖北这面窝。但是后来看见这之后，我觉得还是得配米饭，因为就，但我那个襄阳的朋友，他说他原来放学的时候，他会买一个这个吃。就前两天我们在讨论一个话题，就是你原来小时候放学的时候，你出校门口你会买什么吃着回家？我得到了让我最震撼的是，有一个嘉兴的朋友，他说他放学的时候会买一只烤癞蛤蟆吃。你知道人家放学，烤个癞蛤蟆就竖了着，就蹦蹦跳跳就回家了。那个是我特别服的，但是锅开了尝尝，哎呀，你看这里面还有这个，这是萝卜丝吧，是吧，老板？对，前门建德。哎，这里面有萝卜丝。牛三鲜，里面有牛肉、牛肠、牛肚。搭配着这个萝卜丝来一口。
那可以，那可以。那我觉得这个其实这个牛肉的搭配这个萝卜丝一起吃就特别有神韵，它不光是那个酱和辣了，它有这个萝卜的这个清香。哇！就这个热气啊，这种徐州吃的都这吃出海市蜃楼来了，就感觉你对面坐着一个女朋友那种感觉，知道吗？就。所以说，你看你七夕出来工作怎么了，对吧？能看着你同事愉快的吃东西，难道不好吗？就是，这种大爱，知道吗？就远胜于那种，知道吗？那种小爱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然后这个是那个红菜苔，是湖北当地这种。众所周知啊，我不是一个爱吃肉的人，但是像这种蔬菜吧。我觉得可能也是你从小吃你才能用那种味道情感，像我这种在山东冬天吃大白菜长大的人，对这种咬起来咯吱咯吱的菜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。开始整来个这个，这是正道。其实今天在拍摄的时候心情还是挺复杂的，因为在七夕这样一个节日里，我有一个很尊敬的同事，他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岗位，然后心中还是有些悲凉的。我觉得，其实吧，特别是咱们这种飘在北上广大城市的，有的时候你可能觉得，不管你有走多远，你有多努力，都会碰到那种困境。就是你虽然付出了很多很多努力，殚精竭虑，但是。依然说没有就没有了，可能努力和回报，越大的城市，越大的平台，就越难成正比吧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就在这个事儿上，就在这个事件上，只有一件事，努力跟回报，可能能成绝对的正比，那些体重啊，所以要贴球标了，多吃点。比什么都强。然后最后啊还剩三个面窝，对吧？为什么要剩三个，你们自己心里另有数。聪明如你一个人过七夕的一定知道我在暗示什么。拜拜。